心情好差、怎么啦？我觉得上次的联谊啊，都好男生都蛮累哦。你觉得好男生的定义是什么啊？就是不爱玩啊，然后不花心，只爱我一个人啊。不爱玩，不花心，只爱你一个。有没有很难啊？哎，上次那个追女陈先生，你觉得很符合哎？他超无聊的。是的。怎么啦？没事。我还以为遇到熟人。没有。上次有想到那个要不要出国旅行的事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考虑看看，金枪球这样蛮便宜的。下次一起去。我去下洗手间。这个两天才过来。没有吧？有，我觉得两天走，一点晚一点。是吗？我可以叫你来吗？为什么你觉得我很熟啊？上礼拜的，对不对？在附近的酒吧。你是阿富那个 party 吗？对。我也去啊。那我去一点。好巧哦。那你？明天我去了。别走。那你今天想要过去吗？今天 OK 啊。我真的心情超差的。怎么了？我真的是瞎了眼呢！我怎么会遇到的男人呢、真是烂透了。上次一个。这次又一个，我到底哪里不好啊？我觉得我可能 OK 啊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啊？然后我那天跟他回家，就回家之后呢，我才跟他联络三天，他就消失不见了。我以为他会跟我做男女朋友的，为什么啊？那不懂啊，天天回家就不理我，太现实了。每次都遇到同样的男人，真烂死了。外表斯斯文文的，结果这么无情。